但是没出去过，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。哎，还有小孩在家哭水，那个吧，这还是给吗？快点，上车。好，走。那有吃的给他们吗？来。Video, photo, help me no. Money. No money. 给他吃的。No money, food. 所以。我们想拍下他们那个，但是他们说要给钱，嗯、所以我们要先贿赂他一下。已经贿赂成功没有 ？OK。我们看到他们在这边取水，就拍一下给大家取水什么样子。秋林你也一起啊？对，只有这么大，水还挺大的。对啊，秋林你也去，你也去压一压。我们刚看到在湖边，他们会把炊具运走，男的人洗。嗯，因为所以我刚才就说了，因为整个村子就可能有可能一个，有可能两个，就那么很稀少的几个。而且这个水量，排队都在这边等着洗的话，要花很多时间。对，都去湖边，整条湖岸线都是在那边洗碗、洗碗啊什么的，都在那边。湖也是淡水，那他们也还好了，都知道非洲人民缺水。你看我们去内陆里面那个乡下，那个山上，它的这个水确实不大，要用力吧？确实不大。难道他们两个小朋友力气比我大吗？那可说不定。可以问问他们这个水是用来干嘛的？喝的呀，还能用干嘛的？你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嘛，要通过他们来验证。Must drink. For drink. 啊，它确实是用来喝。Cook. Cook. No cook. No drink. 好了，他们要用水了哈。我们那个走吧。好。来了。让他们继续打水吧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哦，这边还有，他们这边其实取水点政府就修得挺好的，因为这边靠近湖边嘛。哦，也好修。嗯。